哇！我喺《傷心陌生人》呢套劇入邊最辛苦，當然係因為要演兩個角色啦。咁兩個角色仲要反轉身份，兩個互扮對方，咁變咗個工作量其實係好大，即係嗰個工作時工時啊、時間啊，同埋所花嘅精力同埋做功課啊。因為平常我哋拍一個戲，我做一個角色，我做一個功課啫。我而家要做兩個人嘅功課，咁兼且有好多場合兩個人一齊出現嘅時候，牽涉到好多特技嘅嘢，我哋要做啊。咁變咗係花好多好多時間去拍，咁變咗休息時間係好少，咁同埋係嘥好多你腦嘅精力。咁好彩即係幕後監製導演啊，都好體諒我，都有時都會遷就我，盡量喂睇下點樣俾阿馬神休息一下。今次就買兩床嘅啦，即係叫做。咁其實你拍咁耐嘢咧，有冇邊個女演員咧俾到你最安心嘅感覺去拍咧啲親熱戲嗰啲？其實之前咧，我成日都講我拍《沖上雲霄》嗰時同阿陳慧珊咧，因為嗰陣時我又啱啱。即係叫做做啲重啲戲嘅角色，咁佢就已經係一個好一線嘅花旦，咁佢就係俾到我一個好有信心嘅感覺。即係有一嚟，因為我哋要做一個好親密嘅情侶啊，拍第一場戲，咁佢就已經同我講：，你放心，唔怕，點樣可以演我，可唔可以搭？佢得可以，你可以搭住我乜乜咁。即係哇，我就覺得哇，好好啊呢個女明星嚟噶嘛，咁我就好安心啊！咁而家今次同阿陳偉，我亦都有呢個感覺，我覺得好專業啊，又係係啊！今次阿陳偉俾到我啲，又有翻我重現翻呢個感覺出嚟，其實都算好有經驗演員。咁再遇到一個阿偉哥咁樣，咁又變咗又係一種唔同嘅火花出現。因為男演員你始終有某程度，你對住女演員你做一啲比較有身體接觸嘅戲，你都要溝通清楚。今次我都好幸運噶，阿靚湯我都係第一次合作，咁亦都係即係算係一啲新啲嘅演員啦，即係喺我嚟講，咁佢都俾到好多唔同嘅火花我噶。三代女演員，有冇邊個最深？除咗陳慧珊啦，咁你有冇邊個最深刻啊？阿蛇深刻，我同阿蛇合作好多啦。蛇俾你嘅感覺係好舒服啊，合作得好好，係啊，合作好舒服。咁佢好戲就係人都知㗎啦，咁即係又係溝通得好好嘅一個對手。我想演一下太空人嘅，喺香港你唔會發生有一個香港嘅太空人㗎嘛，咁你如果有機會做呢個係難得做得到咯。你話哦，做飛機師、做飛虎、做咩？你喺香港係有機會做到㗎嘛？你太空人你喺香港，我諗未有一個人做過。但你鼓唔鼓勵阿仔入行咧？其實即係喺你入行。我冇鼓勵，唔鼓勵，我鼓勵佢做自己喜歡做、做得開心嘅嘢咯。咁佢嘅路向佢自己去揀咯。係啊，即係我冇話喂，我想你去做乜喎？我想你去做乜喎？其實想做乜係佢自己諗噶嘛，佢自己嘅人生，佢自己希望想做咩噶嘛。我只不過喺佢希望之餘，俾啲咩嘅意見或者指引佢咯。上次咪同阿仔談我家嗰陣時咧，你仲想唔想？冇諗喎，呢個上一次都係機緣巧合 ，Amy 姐咁啱諗到呢一樣嘢啫。我又冇刻意去諗，佢亦都冇刻意話想做啲乜嚇。咁而家佢都係專注讀書，咁就佢自己做翻佢自己而家暫時想做嘅嘢先咯。咁日後佢自己想做啲咩，佢再去傾，咁咪再睇下佢點。